早上好，我是 Elion， 我和妹妹今天打算来伦敦玩一日游，现在才早上9点多，时间如果我们今天来的特别早，因为今天的节目会项目会比较特别多哦。如果刚才本来已经录了，可是我不小心删除了，所以我现在重新再录一遍。现在已经到了 King Cross，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搭个 Underground， 然后去我们吃东西的地方，然后我再到时候拍给你们，到时候见，拜拜。不是拜拜了，没有拜拜，我就到下一个场景见。现在要去搭地铁了。现在要去换另外一辆地铁。这个是 Overground 的线，也是我来到英国这么久第一次来搭的。终于来到 Brick Lane 了，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，但是看到很多网上的人都推荐这个地方。来到这里有一种街舞 Hip Hop 的感觉。终于来到了鼎鼎有名的 Baker Bake 啦，我们来的是白色这一家。我和妹妹点了 Salted Beef Bagel 加 Mustard， 然后另外还加了这个 Cheesecake。大早就超多人排队的，这个 bagel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好吃，那个肉超级嫩。这个 cheesecake 无论多饱都一定要买来吃，真是超级好吃，而且只需要90p， 超便宜的。他们在做着我们刚吃的 bagel。现在来到这个 Dark Sugar 的店，听说这里的巧克力很好吃。这里有超多种类的巧克力。后来我和妹妹买了她的巧克力，她的巧克力是偏苦的。听说这个 cereal 店也蛮出名的，可是我们太饱了，所以没办法试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试一试。后来我们又到附近逛一逛，这里有很多小摊子买不同种类的食物。这里还有一些 hip hop style 的涂鸦，可以在这里拍拍照。这里还有不同种类的 market， 都会卖一些小饰品、小样品，你们都可以过来看一看。现在要离开 Brick Lane 了，准备去下一个目的地。看到这里，猜到我们要去哪了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大英博物馆的 British Museum。记得带学生证哦，因为如果你要借住那个导引的话，有学生证的会便宜一些。逛了差不多3个小时，我们就打算离开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又一如既往的来到唐人街了。
现在要来买叉烧包、萝卜糕和马来糕了。本来打算来吃扣瓦蛋糕的，可是没有位置坐，所以我们就来到对面的这个甜品店来吃，点了这个芒果冰沙。我们现在来买 M&M 了。超好玩的，自己要什么就拿什么。现在是晚餐时间了，炸鸡炸鸡，奶茶奶茶，我们的最爱。回去之前来到唐人饼家买一下我们的面包。我的伦敦和妹妹的一日游会在到时结束，然后我妹妹现在回去她的 Hatfield 了，好伤心，期待她下次再来探望我。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，然后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亲爱的妹妹，我们下次见啦。